朋友们，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真情部落格。今天我们现场的来宾有一个漂漂亮亮年轻的女孩哦，小的时候呢，却因为被她非常熟识信任的长辈对她有些不礼貌的动作，所以一直在她心里头呢是一个非常大的阴影，一度呢让她有点难走出来。最后怎么克服的？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她的故事。欢迎吴佩璇，佩璇你好，小姐你好。哦，你看真的眼睛大大的，很可爱这样子。我刚刚看了你小时候照片，就是一个大家看就觉得哦，好漂亮，这小女孩这样。所以爸爸特别宠你，我听说。对，那时候家里经济状况还不错，所以我爸爸他就，因为我又是长女嘛，他就让我念台北市那个信义区最贵的幼稚园，因为那时候开始有朋友了，那就开始往同学家跑。对，那时候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同学这样子，就没想到在他们家发生一些状况。对，就是有一次。因为很信任啊，所以有一次就是我去他家的时候，就发现说，哎，好像玩一玩，什么我同学好像不见了，对，好像跑到外面还是跑到院子，我也不知道。然后剩下他的爸爸，然后他爸就跟我说，哎，我新买一个酒，我藏在家里，你来看看，我藏在哪个柜子？那如果你找到的话，我会有奖励，然后说我就在他客厅啊，玩，找，柜子整个都翻出来，然后再找到卧房，然后再找到厕所，然后我就说我放弃，因为我真的找不到。我虽然那时候是觉得，哎，怎么同学不见，可是很放心，对，因为很熟，很熟，对。后来就是，我那个叔叔他就跟我说，哦，那我带你去那个另外一个，就他们家另外一个房间，他说他其实藏在那个柜子里，然后带我进去那个房间，他没有开灯。其实那时候没有，就是觉得好像怪怪，但是又很信任，不懂嘛这样子。然后就是他跟我说他放在那个最上面的柜子，所以他就抱我起来的时候对我就是有点上下其手，就摸你，对，就是我就是用现在讲就猥亵，但是小时候那时候其实不知道什么，其实那时候是觉得说。那个，因为他只有一下下，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一下来，那叔叔把我放下，真的就是有一种很深的羞愧，让我不敢讲这个事。然后又觉得讲人家会信吗？你后来还在去他们家玩吗？还有去，还是去，但是就是会比较不喜欢找那个叔叔了，不喜欢跟他爸爸了。他后来还有在对你有任何不礼貌？没有，就没有，就那么没有了，就那一次。然后后来他也对我很好，好像又是就没事没事。对，就是第二天他也正常，所以后来我会觉得矛盾，因为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我问题啊？是不是我不应该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是不是我想太多，或者说这个矛盾怎么会在我的身上呢？这个感觉怎么会？这个不好不奇，这种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是错的。那时候是这种感觉。童年的创伤与无法向家人倾诉的苦痛，吴佩璇埋藏心里，逃避假装没事，却抹杀不了那一段内心的灰色记忆。不自觉反映在异性交往上，童年的伤害这件事情让他觉得他是不配得爱的人，那也因为如此，他也不认为男性可以好好对待他。男生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他对于男生就是恶心，他觉得我就不喜欢，然后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喜欢男生，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黏我黏成这样，我都问他说你我觉得我们就要有界限，但我没有多问他过去是发生什么事情。那是因为后来他信主之后，他过了，他饶恕了，他才跟我分享的。我跟你讲，进到青春期哦，一般的孩子到青春期那个身体的变化，有时候他们都会觉得怪怪的不自在，何况你对于自己的身体的意识是已经有点跟一般人已经有点扭曲不大一样了。对，那时候就是会驼背，而且我不喜欢长胸部，就是会觉得好像长胸部有点羞愧。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班上五六年级那时候，我从小学到国中，就是有一些我遇到一些男生或是女生，他会看到我以前嘴巴是我的嘴唇是自然就会红润，很像擦口红，可是事实上我没有擦。
然后皮肤又白白，眼睛大大，白雪公主一样，很漂亮。对，然后所以同学会跟我说，哎，你长得好像洋娃娃哦。嗯，他们其实是称赞，是我很讨厌。嗯，不喜欢。那个是一种羞愧耶，就觉得好像被称赞漂亮是一件很丢脸的事。嗯，对。但是一方面我又很渴望，比如说我听到女生跟我说，哎，其实你蛮漂亮，我心里很高兴。对。可是我听到男生跟我称赞说，哎，其实你蛮漂亮，我觉得好恶心。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后来持续到后来，怎么睡眠也开始出现问题了？哦，对，高中的时候，我从高一开始两三天就会做一次噩梦，是，然后常常梦到就是，我最常梦见我被推到岩浆口，而且是被自己的朋友推到岩浆口，然后被丢下去，所以常常都长期的睡不好。高一高二的时候两三天一次，那时候怎样都还可以睡，到高三是最严重，是几乎到了快要天天的。我这样子状况其实会想要去怎么样可以解决吧，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佛经。对，去让自己觉得就是好像去拜拜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心里比较平安，然后好一点。那时候就是每一尊佛像他们都有各司其职，这是感情，这是工作，这是就心想，可是如果我今天要一个问题是，它是综合的，它是跟工作、感情，然后又跟家庭、跟我的课业、跟未来全部都有关系的话，我要去找哪一尊神？心想说，总有比这些佛像更大的那一个吧。我就心里想的是，我要去找那个更大的神，我要去找最大的神，我只要去求他，我只要拜他就好了。你又不需要拜这么多这么累这样子。对对，然后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放在心里面，就觉得我要去找哪一尊佛像最大。这样子，以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看着过往的祷告笔记，吴佩璇内心充满感激。过去汲汲营营追求的平安，终于真正寻见。他跟我们讲说他信主耶稣了，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说，哎，那你那个佛教又不信了，然后又换这个上帝了，我看看你这个上帝能够，你看能够接近多久啊？我看看你有什么转变。但是后来证实，他确实因为接近上帝有很大的转变。真的是把自信找回来。你会不会就想要问神说，那为什么要让这些对你来说造成这么大的阴影的这些影响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有上帝，那你为什么让叔叔那件事发生？难道没有看到我为了这个人际关系，为了这件事情后面的后果，我是怎么样的走过来，我是怎么样的去就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的。你难道没看到吗？难道你都漠视吗？难道这件事情就是我该承担吗？那个人就这样，没事，然后再有我为了这个事情有进食祷告，后来有一次，我在灵修的时候，圣灵就带我重回现场，重回那个我小学的那个现场。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时候其实我在那边玩的时候，我在客厅还在找酒的时候，耶稣其实很慌张，他很焦虑，对。然后当叔叔带我到那个小房间，开始对我做这个不礼貌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其实已经跟着进，他早就在那了。然后我看到耶稣在流泪。他很痛苦，耶稣很痛苦，我看到他耶稣很痛苦，那个痛苦的感觉不是他好像痛苦这件事情发生，是他好像觉得他自己死掉一个孩子，的那种痛苦。后来我看到这个话，我感受到他这个心的时候，你感受到耶稣的这种忧伤了，对，然后对，我心里面是得到很大的安慰，可是我还是想问，那为什么要让事情发生呢？对，你既然那么痛苦，你出手把他杀掉嘛。当时你出手把他杀掉，你出手可以阻止这个，你出手可以阻止，对，你一定可以阻止，你为什么不阻止呢？然后我就看到耶稣，他就举起他的那个手，
那个被钉痕的手，嗯，他的那个手上面是那个钉多的痕迹，他就这样指给我看。那我当下我就跟神说，我饶恕他。然后我当他做了这个饶恕祷告，可是后面其实还是偶尔的时候会，当我就要面对人际关系的难关的时候，心里面还是会想跳出来，对，会跳出来，还想把那个叔叔抓出来再痛打一顿，然后又开始觉得为什么这事情要发生？对，但是一次一次的祷告之后，到后来，到因为每一次祷告，上帝都是用他全然的爱跟平安去包围我，是，那个爱跟平安是大到我会，我可以去饶恕。我其实到后来饶恕不是为了教义要我们饶恕，而是因为我觉得我被爱够了。而这个爱也可以让你去面对怎么样处理自己的对身体的羞愧感。对对，那时候属灵的那个妈妈啦，有一次带我去穿一个马甲，然后她突然跟我说：“哇塞，你应该穿这样啊，你身材那么好，你很漂亮哎。”那时候就是有个很属天的自信穿来到我身上，然后我就穿那个马甲，在那边在镜子面前看着自己的身体，然后觉得哇，原来我那么漂亮。那我以前因为我以前都是要穿那种宽宽松松的衣服，在这件在我信主之前，我要穿那种宽宽松松的衣服，就是尽量不要有自己的曲线。对。然后从那一次之后，我就开始会打扮，然后会觉得自己其实漂亮，然后接受人家赞美，男生或女生赞美的时候，我就会真心的觉得谢谢你的赞美。对，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个这么勇敢的故事。谢谢。